接不了，一个在那个爬坡的都接不了，一个感觉线什么都接不了的。 这个一个是，因为原来我打工就是我们这个季节做事员嘛，我跟他谈一下子嘛，他说他那个在一个板头接什么刀工嘛，那个他说的我也说的刀嘛，这就是一个卖给女人家，有的刀工那个上面嘛还要接很多刀嘛，一般的话有2种刀嘛，你知道吗？